鸡飞狗跳的时刻又来了，对，是不是很好喝？嗯，你再写几天时就算了。我眼睛好痒啊！看电视都不痒，一写作业眼就痒。我的头好痒，烦死了！你们是这痒赖痒，我看你们是皮痒。你这教的也太费爹了，关键还教不会嘞。哎，你到哪去了？你到哪去了？我的垫子没摆好。不关你的事，快回来写。我不回来了吗？崩溃了，我真的崩溃了。爸爸，我写完了，你看这第一页。嗯，不错不错，还有呢？看这最后一页也写完了。嗯，我也写完了，爸爸。嗯，都不错。那你们去玩一会吧。我这都几年了，都挺聪明的，都像我。哦，是啊，都像你聪明。反正好的都是像你。不错不错，今天写的是还可以。这怎么都是空白的呀？啊，我看看。都回来，你滚着。你给我踢啊！